2017年6月21日上午，教宗方济各在圣伯多禄广场主持周三公开接见活动，120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朝圣信友前来参加。教宗在要理讲授里面继续反思基督徒的希望，指出圣人是希望的证人和伴侣。教宗表明，我们都能够成圣，因为我们有上主的助佑。教宗即将以礼仪的致后圣号经去开始公开接见活动，让我们准备自己迎接教宗的讲话和接受他的降福。恭读圣保禄宗徒致希伯来人书。因为天主为我们早已准备了一种更好的事，以致若没有我们，他们决得不到成全。所以我们既有如此众多如云的证人围绕着我们，就该卸下各种累赘和纠缠人的罪过，以坚忍的心跑那摆在我们面前的赛程，双目常注视着信德的始创者和完成者耶稣，上主的话。感谢天主。Cari fratelli e sorelle, buongiorno. Nel giorno 基督徒能够在每日的生活当中成圣，这个意味着我们应该在家庭、工作，甚至在疾病里面善尽每日的本分，向天主开放心灵。教宗表示，圣人的表扬首先告诉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并不是一种遥不可及的理想，圣人其实亦都经历过我们同样的艰难。基督信仰培养一种坚定不移的信心，不相信消极和分裂的势力能够占上风。人的历史的定局不是仇恨，不是死亡，亦都不是战争，因为在我们生命里面有天主伸手辅助和圣人的临在，我们并不孤单。教会由无数而且经常没有留下姓名的弟兄姊妹组成，他们先我们而去，但是因着圣神的行动参与仍活在现世的人的事件里面。教宗引用希伯来书里面关于众多如云的证人一个话语来到比喻教会的圣人。教宗说，
我们在领受圣洗圣事的时候，呼求诸圣的转土，然后在圣殿或者婚姻圣事里面也都这样呼求。在婚姻圣事当中，这个呼求为两个正准备走上夫妻生活旅程的青年，是彼此信赖的泉源。真爱的人就有了愿望和勇气讲出永远这两个字，但是他知道自己需要基督的恩宠和圣人的帮助，才能够永远善导婚姻生活。婚姻不是有些人所说的直到爱消逝就不存在了，不是的，婚姻是永远的，否则你最好不要结婚，或者是永远，或者是没有。教宗强调，天主绝不舍弃我们，没错，我们是渴望天上的灰土，我们的力量薄弱，但临在于基督徒生活里面的恩宠就充满大能。我们知道而且希望在世界的改变最终实现的时候，就不会再有眼泪和恶意。愿上主赐予我们每个人成圣的希望。你们当中有人会问我，我们在每日的生活里面能不能够成圣的？得，能够成圣的。但是这个意味着我们一定要成日祈祷、哦、不是，这个意味着你们必须要善尽每日的本分，即是祈祷、工作以及看顾子女。你们要本住向天主开放的心灵做这一切，好让你的工作即使在患病和痛苦的时候，或者是在困难当中，你都向天主开放，这样你就能够成圣。最后教宗表示，愿上主赐予我们成圣的希望。我们不是要以为这一件是难事，以为做歹徒要比成圣更加容易，不是的，我们能够成圣，因为上主助佑我们，是上主在这里助佑我们。Most Holy Father, the English-speaking visitors and pilgrims.圣父，朝圣者和访客为这个机会感到荣幸，他们向你表达他们的敬意和尊重，并承诺为你作为百多禄的继位者的服务祈祷。在接见活动结束的时候，我们会一起用拉丁文唱出天主经，教宗然后会颁赐宗座霞福，光福你们和你们不在场的家人。教宗亦都会祝福你们专程带来的任何圣物，特别地祝福你们的子女和患病的亲友。His Holiness also intends to bless any religious articles you may have brought for this purpose, and in a special way, his blessing goes to your children and to your loved ones who are sick. El affetto tutti i sacerdoti.Cari giovani, attingete al cuore di Gesù il nutrimento della vostra vita spirituale e la fonte della vostra speranza. Cari ammalati, offrite la vostra sofferenza al Signore perché fonda il suo amore nel cuore degli uomini. E voi, cari sposi novelli, partecipate all'Eucaristia perché nutrite di Cristo.Siate famiglie cristiane toccate dall'amore di quel cuore divino.Thank you.
Dominus vobiscum. Et cum spiritu tuo. Sit nomen Domini benedictum. Et sol nomen Deus tuo in saeculum. Aiutorium nostrum in nomine Domini. Qui feci caelum et terra. Benedicat vos omnipotens Deus, Pater et Filius et Spiritus Sanctus. Amen.上主，衷心赞美我们的天主上主，衷心赞美，衷心赞美，衷心赞美我们的上主。